间抢，二妹直播间抢不到，你们支持韦总的来我直播间抢就可以了。你说，我想回一下那个和明哥，我们还没有回去，我们还在西昌，二伟哥这边公司有点事情，我们要在西昌待2天再过去。还没有打电话，明天再打电话。宝因为贝现在太们，晚不了。要！对，你们那个这是啥？你们要问品的东西啊，来我直播间问。婆来了是298三罐啊，婆来了是298三罐。直播间的人气高不高？不影响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人。你们买东西直接到我直播间，我介绍一下这个配料表，干干净净，298到手的是三罐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喝的啊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喝的，好吧？我的管理员呢，来把这些黑粉给我踢出去啊！我不敢多介绍这些东西，大家翻一翻，有需要的话直接去直播间抢。买过，我们买过这个东西的，家人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的，大家都在给我反馈，是不是？都在跟我说好。我直播间不能抢，家人们，我对。直播间不能抢。我这个小黄车是挂着它要涨分的，因为我这边没有挂小黄车，所以我不能去介绍对面的品，然后只能小明来介绍，所以大家去要的就去小明那边。不知你今道天怎么吃。卖货，你哪里看到我卖货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卖货了？我哪里每天都在卖货啊？我的直播间才有小黄车，家人们，我的直播间才有小黄车，什么牌的？这个小黄车吗？这个对，小黄车不是，我这个是挂着它要涨分的，我它的，挂我不的，行。我的，对，我的，我啊，的对啊。面的小黄车。对面的，我们都是一家的，我们跟二妹都是一家的啊。来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是金西驼的啊，金西驼的，来自新疆的双驼峰，不是单驼峰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双驼峰的啊，双驼峰的，对，喜欢的你们过来抢，然后抢了过后，我们是三罐，然后一盒奶盖片，很多家人们说没有收到奶罐片的啊。没有收到奶罐片的家人们，你们到后台找一找客服啊，找一找客服。如果说咱们的那个头发那个啥的啊，我们黑芝麻，这个就是核桃黑芝麻的，可以。二妹自己在吃啊，你们都可以问一问她的口感啊，对不对？都可以问一下她的口感。我的那个管理员来把我的黑粉这里踢出去，怎么在我直播间里面东说西说的，说啥呢？二妹直播间是没有直，二妹的直播间是没有那个啥，没有小黄车的啊，没有小黄车的，家人们，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支持我们的工作，大家都是可以来啊。家人们，我不能讲对面的品，要讲对面的品话不好，别说你们别要说，听话的。对，别说别说，二妹不知道啊，你们可以到就是我的直播间里面来。打开我们左下角的小黄车里面去逛一逛，好吧？逛一逛，看一下。你说我怎么给大家介绍？我也不好给大家介绍这个东西，我也不好给大家介绍这个东西。你到时候你跟小韦总多说说好话哦，你爸那边。好，对，然后你叫小韦总在你那边还是，好好的。好好的散散心啊啥的那些，散散心啊啥的那些，然后这边先不用担心嘛，我们慢慢来嘛。但是你们经常，你们也要开播，不然你们不开播的话，你们不开播的话，有些人就会抢我们的流量。然后平时间，对，你买了一单是吗？你买。咱们的用户2825，你买了啥，亲爱的？你买了啥？你不知道怎么用，你跟我说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家人们，二妹直播间啊，二妹的直播间是没有小黄车的，家人们，没有小黄车的，你们喜欢啥就来我直播间抢啊！产品有任何，还能驼奶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亲爱的，三罐啊，三罐驼奶。三罐驼奶，然后加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盖片的哈。你收到，如果说收到少了啥，你找一下客服。三罐，对，三罐啊。我还叫二妹喝了过后，我把这两罐给她。
面料表也是清楚干净的啊。之前买过的话，人们给我们回馈的是很好的啊。那我一个孕妇，我不吃东西，我在干嘛？嗯，我说我一个孕妇，我不吃东西干嘛？孕 妇就是要直播间吃东西啊，多吃点东西。哎，你多吃，你现在吃辣的还是蛮厉害的，酸儿辣女人。大家这一也不算辣呀，也不辣，就没有感觉。啊，我的妮妮姐开了是吧？感谢大家对小伟总的工作的支持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咱们的家人。有喜欢喝这个的，也是可以去冲一波这个的啊！你们点开详情看一下，点开详情可以看一下。妮妮姐，感谢你，我看见了啊！来，咱们网上冲一冲，支持伟总工作的家人们啊！支持伟总工作的家人们。嗯？再过2、3个月，我也去当直播。哈哈，你去干啥？你去干啥？我没有吃泡面，姐姐，我没有吃泡面，我就吃公司产品，我就一直坐在那吃。你要是去能吃过吗？小林，我下单了。好的，有你很满足。我有想过这个，想过这个去当吃播。你去当吃播啊？你去当吃播给家人们吃啥？你去当吃播给家人们吃啥？来，家人们多支持韦总的工作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我们需要凝聚力，需要团结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凝聚力，需要团结。有喜欢我小黄车的，你们都可以到这边来逛一逛，看一看我们家的东西，出来的东西，所见即所得，所见即所识。二妹的直播间没有小黄车啊，二妹的直播间没有小黄车，上不上人没有关系啊。我们的郑老师还有我们的三妹，因为。我跟二妹是一家人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们在她直播间看见了这些品，你们可以到我的直播间来逛一逛小黄车，然后过去陪二妹聊天都可以。现在我们是支持韦总的工作，我要把二妹挣奶粉钱，把我的小韦总挣的什么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什么那个财财米米的啊，没有人帮小韦总，现在只有你们和我一起帮助小韦总，对不对？创业的王姐姐，别生气，姐，不要去怼黑粉，你一个人干不赢他，待会儿他们要骂你的啊，他们要骂你，不要去怼。来，所以说，挂个小黄车。他没有小黄车。挂不了小黄车，我只能挂点卫生纸呀、这些。你就，因为我挂不了。对。来，叔叔阿姨，咱们这边都是高档的东西啊，高档的东西，配量表清楚明白。能看清楚吗？这样大家都可以看见配料表，配料表清楚明白的。这个东西是双坨奶风，双坨奶风不是单坨的，这个是吃了很好的。耳妹自己在吃，你们可以问问她口感如何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别人在卖货赚我们利益，那么我们也不甘示弱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家人们要团结啊，团结！有需要这些，有需要这个东西的，来我直播间拍。有需要这个东西的来我自己直播间拍，耳妹那边拍不了啊，耳妹那边拍不了，所以说家人们，咱们凝聚力拿出来好不好？凝聚力拿出来，往上冲一波啊！咱们往上冲一波，给韦总挣一点奶粉钱好不好？爷，你们都要当爷爷奶奶了，给自己的孙子啊，咱们给自己的孙子挣挣奶粉钱也是可以的，尽你们的绵薄之力，是不是？给你挣点奶粉钱吧，我每天辛苦的给你挣点奶粉钱，啊，二妹。好的。好的，小孩子可以吃吗？可以。这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啊，就是为他们准备的。咱们这位寻寻号，什么不是寻寻号？哦，哥哥，厂家在我们这里啊，厂家在我们那这里。二妹，你给家人们说一下，让他们到我这边来拍啊，需要的东西在我这边来拍。二妹介绍不了品，家人们，我这边挂着车，我这边挂着车，他那边介绍不了，你们在我这里来拍，我过去跟他聊天。小黄车是因为要涨分，所以要挂着小黄车啊。嗯。然后对面才是买，不是我这边买，然后对面挂着小黄车，我不能介绍，必须要我这边挂着小黄车，我才能介绍产品。对，我只能说这个口感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因为我在吃这个，还在吃饭吗？他在吃饭，我在给他挣奶粉钱。
所以说你们支持耳麦支持韦总的啊，支持耳麦支持韦总的，你们就直接到我这里来下单，然后你们去跟耳麦一起，那个就是。那我不吃饭，那我干嘛？我天天不吃饭吗？我天天不吃饭，你知道干嘛？有些人我真的搞不懂他的思想。这位罗婆婆，您是，她一个孕妇，她现在不吃饭，她干嘛？她吃饭很正常啊，一日多餐也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哈。她现在卖不了，她挂不了科，卖不了东西，我这边帮她卖，我这边帮她卖很正常呀，对不对？你们有需要的话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就过来，那个就是啊，就过来拍就可以了。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的，而且营养成分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然后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品牌啊，这个品牌三罐，你想一罐才多少钱？你们平时到外面去买，你都可以现在到，现在到你们楼下超市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品牌，然后卖的是不是六七百？但是今天我298给三罐，送你们现在奶钙片。哦，对个，这个东西我还忘了给你，改天我给你。你平时带着，但是有点大，那你平时要背一个包，这个很好的。你不是有点那个什么东西吗？滴啥的那个东西。哦，对，然后你吃这个补充一下营养，补充一下营养。还有就是经常让你经常备一点糖，你备没有？就棒棒糖啊啥的那些。没有，我吃钙片，啊。然后吃那些，他们说要长胖的很厉害，然后我就直接只吃钙片，我吃了饭就好多了，不吃饭的话我就头晕。所以说我就说这样，我到时候拿一瓶这个钙片奶钙片给你。我们的阿华这位小伙伴啊，阿华这个小伙伴，你那个就是咱们这位姐姐华姐，你点开我左下角的那个小黄车里面去往上滑，会不会姐姐？点开小黄车往上滑，往上滑，然后你看一看那个啥，就是它的详情表，因为。叔叔阿姨买过这个东西的人都知道这有很多，违规的东西，我不敢说啊，我不敢说。哎，来人，这东西的形象，我的管理员，笑看人生姐，你是不是在耳妹的直播间？我的小七哥人呢？这管理员呢？给我过来一个管理员，把这黑粉给我踢出去，行不行？我直播间这么多黑粉啊！全部都是在说耳妹的不好，你们给我过来一个管理员吗？过来一个管理员，姐姐你来了，只会吃不会卖货，我本来就不是卖货主播呀，我开个播，我还要介绍这个卫生纸该怎么用吗？哈哈哈！别怼耳妹，现在我们要低调一点，别怼，我们现在处在风口浪尖上，我们不敢说话。我们不敢乱说话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乱说，你也知道咱们剩下的，我们剩下的号不多了。如果到时候我们再被玩完了，有些人会笑得更开心的。我们别怼人，真的有些人，他们问的问题都好那个呀，僵死了。谁在买？谁在买？他卖的能跟我比吗？他单驼峰了，大哥，那是单驼峰，这个是双驼峰，看清楚。品质都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会播，小伙伴，这是双驼峰配料表，我敢给大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摆在这里看。你们刚去了直播间，对不对？你们去了那谁的直播间看了，他敢这样摆出来吗？就是看不清楚的，我可以往前挪一挪，对不对？咱们的郑阿姨，郑阿姨，别怼黑粉，家人们，您别怼，待会儿你那个就是。待会儿你们那个就是怼太多了，不好啊。待会儿怕有别人骂你们，怕有别人骂你们。你们聊聊天就可以了，我们佛系啊，佛系卖单。主要是今天不想卖货的。我这边有没有人？
咱们家的家人们呢？摇人，摇人，家人们摇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我们家的人呢？知道了。怎么我跟耳妹都在吊人呢？摇点人啊，分享一下我们的赞赞点起来啊！两边的直播间赞赞点起来，赞赞粉丝跟粉丝。我喜欢吃苦瓜，我不长这样，那我长什么样嘛？有钱的嘛。有人在录我们的屏，耳妹。没事，他录他的。对。有人在录我们的屏。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亏，我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管他录不录呢。但很奇怪，我在吊人，你也在吊人，啥情况？没有，我从2500吊到1000了。我直播间一直就是你开播了过后，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他们都过去了300多人，我现在也是300多人，才1500人。我们的人呢？叔叔阿姨谁开播了？谁开播了？谁又开播了？你们支持韦总的家人们回家了，韦家的人回家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努力一下冲一波好不好，给韦总一点，给韦总挣一点生活费，给小韦仔挣一点奶粉钱好不好。叔叔阿姨有喜欢那个啥啊，有喜欢驼奶的我们就闭眼去冲，这是来自新疆的双头峰奶。有不清楚的左下角的小黄车啊，左下角的小黄车点进去看一下。红少是谁啊宝贝？小宁，那你先卖，你先卖，我播一会儿我也就下了，我们还在外面。你播一会儿你还下了是吧？对。哦，行，那我给大家发一波福利，你那边，你那边如果说有那个啥啊，你那边如果说需要，就是需要咱们对面的叔叔阿姨，如果说你们需要东西了，你们过来啊，过来想你这边你们需要，你们需要。那个什么糖蛋粉的话就去对面，因为我这边实在是那个小就是经常被关小黑屋嘛，就不能上这个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给小伟仔跟你们的孙子啊，你们的小伟仔挣奶粉钱啊，叔叔阿姨过来多多支持一下，多多支持一下韦总的工作好不好？过来多多支持一下韦总。菜姐来了吗？我没看到菜姐。嗯，没事哦，看到了，菜姐在里面，我看到了，我刚刚在上面看到了。菜姐怎么了？没事，那我先挂了，我聊一会儿我就下了。好，你聊一会儿嘛，那我给大家发福利，来叔叔阿姨们需要福利的往这边冲啊，往这边来。你挂嘛，你挂，我弄你。来，叔阿姨、二妹，那个下了，感谢我珊姐啊，感谢我珊姐。她哎，谁直播不影响？谁直播不影响？对，蓉蓉说的好，确实也是这样的啊。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呢，把黑桃的这个黑桃、黑芝麻、核桃、芝麻、黑豆粉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东西也不敢多介绍。来，这样吧，给大家看配料表，能不能看清楚是不是反的？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小黄车里面去走一波。咱们都知道，多吃那个就是黑芝麻和核桃的话是对我们有好处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咱们的咱们叔叔阿姨都是可以吃的，而且在咱们这个年龄的话多吃一点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。谢谢我的蓉蓉，感谢蓉蓉。然后就是多吃一点这个东西是好的，而且我们今天是99.8，我看一下今天的价格，我看到还是比较便宜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在送福利啊。99.8，我看一下到手是几盒？哎，真的服了！12条，99.8一盒吗？怎么这个价格？99.8一盒会不会有点？会不会贵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贵不贵？这个99.8，如果说贵了的话，我就不要这个了。你们看一下吧，核桃这，因为这个核桃跟芝麻是非常有好处的。然后配料表也是清楚干净明白的，这样能不能看见？都是可以看见的哈，比较清楚明白，然后也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说喜欢你就去冲吧。但是99的话，这个
99.8，好像到手的是五盒吧，好像到手的是五盒，现磨来冲的啊，家人们，现磨来冲的。我们送了一个杯子，送了两个试用装，送了一个杯子，送了两个试用装的啊，送了两个试用装的。所以说大家喜欢的话就去冲一波，如果说那个就是啊不喜欢的话就没有，就不用冲这个，不用冲这个，我们就去冲驼奶好吧。驼奶这个东西才是杠杠的，这个东西真的才是杠杠的。我跟你说不要看，不要嫌它的价格贵，它的价格真的不贵，298到手是三盒三罐啊，家人们，真的是到手是三罐，而且还加 一盒奶罐片啊，加一盒奶罐片，而且我们也是送了两袋试用装的啊，家人们，试用两袋试用装，你到时候拿回去试啊，如果说你先拿一袋来冲来，如果说不好喝的话，你把这个就是退过来就是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而且老人小孩都喜欢喝的，大家如果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人们啊，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人们经常都喝过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都知道驼奶的营养成分是在哪里的，是不是？都知道营养成分是在哪里的，对不对？而且298是不贵的，来自新疆的双驼奶红，这个品牌嘛，这个品牌大家也是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到时候还有一个奶罐片啊，奶罐片是给大家的，这个是耳妹自己专属的东西哦，耳妹自己专属的东西。现在看人生姐，我直播间这边暂时没有啥那个，就是没有啥没有啥不好的，你那个啥嘛，你如果想去耳妹那边，你可以去看看她那边的直播间。我怕今天晚上黑粉也比较多啊，我怕今天晚上黑粉也比较多。我不知道你们说花开富贵，你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那是啥。来，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支持韦总的工作的啊，支持韦总工作的小伙伴们，咱们可以往上冲一冲，给咱们的小韦仔挣一点奶粉钱，好吧？现在很多人就不想看我们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过得好，所以说大家要支持我们，咱们的凝聚力要拿出来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划算，不贵的，对不对？支持支持支持，你就去冲一单，宝子，支持你就去冲一单，好吧？驼奶这个东西那天我才卖两天，我被抬了，所以说我没有被卖。上人上人，姐你都快疯了，姐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只要韦总开播了，待会儿人就会慢慢慢慢的回来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来，好不好？不着急，因为现在很多人，我们也不能强求人家去喜欢谁，是不是？只是说拿回属于我们的一部分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不用去强求任何人的啊。驼奶是很好的啊，这个驼奶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的，它是我们的那个啊，我们三罐到手的是三罐的啊，到手的是三罐啊，营养它是营养丰富的，然后我们沙漠中的软黄金，很健康，营养比较足的，营养比较足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啊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喝。不添加香糖蔗糖素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香糖，也不添加任何的蔗糖素，也没有甜蜜剂和防腐剂，天然的驼奶，这个是天然的驼奶，滴滴醇香的。所以说咱们买这些东西，买东西吃进口的东西一定要吃得安心，对不对？价钱呢也是要用得省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都是可以看见，一分钱一分货的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更何况它还有品牌认证呢，对不对？宝子们都还有品牌认证呢，而且我们还送的就是奶罐片啊，配的奶罐片，我营养成分在这里大家一目了然，都是可以看见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些东西都是完全可以在直播间亮出来的，大大方方的给大家看，大大方方的给大家看。所以说咱们这个是没有香精蔗糖素，咱相当于我们那个啥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人都是可以吃的啊，咱们都是可以吃的。而且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驼奶呢是来自我们的官方旗舰的啊，官方旗舰的，他们家是做了多少年的驼奶了，对不对？做了多少年的驼奶了啊，家人们，所以说咱们别去冲一冲啊。哎，我看一下他这个电影，来吧家人们，有喜欢的冲，没有喜欢的小林也要快下播了。
们有喜欢的都可以冲的啊，没有喜欢的我就可以下播了，好不好？欢迎欢迎咱们的小伙伴进入直播间啊，欢迎小伙伴进入直播间。来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给小林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给小林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我要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下播了。来咱们全部真的芝芝真的啊，比珍珠还真，你放心宝子，我等你下单我再下播，真的，你可以点开那个链接啊，你可以点开链接进去看一下它的详情，好不好？芝芝，你如果说买回去在你直播间见到的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见到的不一样的，你随时给我退回来，随时给我退回来，好不好宝子？你有不清楚的你点开去看一下，然后你问我这个是营养的成分，看见没？营养成分能不能看见？然后这个是咱们的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那个啥含量，对不对？也是能看清楚的，你看清楚明白写在上面，而且不只说你一个家人买过，对不对？也不只说你一个家人买过，咱们所有家人都买过哦，宝贝，到手三单哦，到手的话你下单了是吧？好的，看见了，芝芝，感谢我们的家人支持啊，这个到手是三罐。然后三罐的话加了一个这个奶干片，这个奶干片都快被我吃了差不多。你平时给小朋友揣在包里面啊，叫他没事的话啊，叫他没事的话多吃一点这个。阿伟卖的货质量很好的，那可不，阿伟家出来的东西都是杠杠的，我们不玩，我们都是真诚，叔叔阿姨，咱们都是真诚，不玩套路的啊，不玩套路的。所以说大家尽管的放心吧。还有需要的吗？还有需要的家人吗？我们给小韦总挣挣生活费啊，爷爷奶奶多多支持你们快要出生的孙子啦，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，你们在我这边买完了东西，感谢大家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陪二妹聊聊天，然后就是你们有任何意见啊，或者是建议啥的那些，就是现在我们这种情况，处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情况下，你们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你们随时可以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下家人们的意见，怎么样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大家要团结，要团结。大家还有没有要投来的？要的话给我扣个一，不要的话给我扣个二，我就撤了。看一下大家要不要啊？主要是现在韦总没号了，没直播，现在很多人都在落井下石了。我们就有点不舒服啊！我买的泡泡干买大了，翻过来很不像其他直播间混淆的。你还在咱家买过泡泡干啊？麻辣烫，泡泡干谁卖你的？谁卖你的泡泡干啊？你宝贝，你那个，你泡泡干，你确定是在我直播间？这个是阿伟的直播间哦，宝贝。咱们这个麻辣烫姐，这是阿伟的直播间，你确定是在我直播间买的吗，亲爱的？你们家人们都不说话了，要拖来的扣一，不要拖来的扣个二，我好下播，你们去跟那个耳妹聊天了，多给耳妹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给小林也多多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没人回了，没人回了小林吗？小林在这里，没人回了，我怎么卡了，我的天，买的东西多，吴总啊，哎呀，吴总你们也不要了是吧姐，好吧，你们过去吧，没事，吴总这几天还是忙得很，现在能干公司里面就我跟吴总撑起这个左膀右臂啊，为小韦总排忧解难嘛，去吧，去二妹直播间吧，家人们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小林给大家发那个就是生活用品，好吧，我明天找品，明天给大家发生活用品，去二妹边吧，去二妹那边，拜拜，家人们，再见，明天小林再给大家见 ，see you。